我这样ping也太高，我忘记开美服，把美服的 VPN 关掉了。我现在人在美西，刚打美服忘记把 VPN 关掉了。惊叹号 VPN 最好的 VPN Surfshark VPN， 现在输入折扣码 JSLATEXDD 可以享受前三个月免费的优惠。我在你不敢唱哦。对啊，怎么了吗？那你离开一小时让我唱也是不用唱一小时了，我昨天 man 歌进出已经没招了。练一下哪一个？有人要玩无敌虚空吗？很邪欸，乱讲。我都看抖音决战棋。我们要不要吃一把啊？然后老八我们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唱歌了哦。有密林欸，我们的唱歌就交给这个虚空阵。好欸，你们不建议我这场变成 OB 吧？OB 模式启动，但是尼可密林呢？尼可密林呢？丢的，哎呦！我倒是蛮想试试看傻拉的，看一下傻拉还有没有。傻米亚是谁？根本不熟。艾希三星，这么多人带二二哦。又不练阵了，我在练啊，我感觉我的 Ionia 欠缺一点熟练度，我猜啊还能不二的。二要学那一套吗？应该吧。但我感觉二你没有开到这个，去玩强度都不太够啊。而且它好处就是独家嘛。啊，如果其他人觉得这个很香，一起玩，那怎么办呢？你阿七二比蔡雅难抽。有没有可能谁把差雅的独家？我感觉有可能。哎呦，独家差雅，
我感觉到独家菜的味道了。嗯哼。鹅的二二玩阿奇二跟西二科，用鹅用二二玩二二，鹅用二二玩二二。这把先天 IO 转没吃，我建议直接先练歌。我都已经抢了茶哥主播台一次了哦，要连他歌手的梦想都夺走吗？不太好吧。主要是鹅的海准赛打得不错嘛，啊，你下面的比赛你也不用第几名啊，你就是前八名啊。如果这是一个很稳定前四的办法，就还不错，因为你只要前八名就好了。嗯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、第五名、第六名，当然有一点奖金差，但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国际赛的名次。那等一下打假赛会错过蜀镇商店呢，怎么办？二二的强度在于独家，我觉得两家以上都算卷呢。搞不好我就会变成之前那个台服有一阵子最喜欢二二的那个版本。那你卷成那样，你反而没意思啊。但你就要赌了。打比赛的理解，对啊，因为你赛事也有关嘛。像如果只要晋级世界赛的那种赛制，然后晋级世界赛的赛制是只能进三个，那你可能就不能依赖这个东西了。但是周末的比赛是24进8，所以你反而能不能很有效的拿到烂分，甚至不用烂分，甚至平均5都有可能。你第一天的话平均5点多都是会进的，24进16。那第二天的16进8，其实平均4再多一点点也是有机会的。像上次的晋级线就是在27分吗？你平均4的话打6场是30分，所以你还有3分的容错。练习赛加油。OK。感谢感谢。这以前这样放吧。
啊，等一下直接又出楚正商店。我这边尽量把那个羁绊开不要那么杂，挡一手马上出的楚正商店。还是来个拉 boss。哒哒哒哒哒，要等巨杀吗？等巨杀没有到很合理，杀人剑三星应该可以。应该是赛车三张弹吧。Oh no！ 哦，我是双败太强吗？好像没什么办法。啊，这样我开不到六 IO 哎。那我上等放什么？四针，四针三 IO。反正这两只要吃，这两只要吃嘛，其他人就不用吃。哎，早知道是双胞胎的话，就等个巨杀了。双胞胎有给 AD 的，我。build 他的装也可以了，好战加死亡鬼反甲。我们的 IC 有料吗？美林也有战力选的呀。现在第一只 IC 出来。Let's start the show。这一次就不换了吧，要这个，所以等一下是差牙，然后变四 IO 四征服，七等的时候差牙，八等的时候五 IO， 或者是赛特三先不吃双胞胎吗？金牌好顺。主阵商店，主阵玩赌阵，那个炮手也很糊啊，炮加炮。后面不念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有需要烧吗？枪刀、索瓦卡的补、龙牙反甲，先做个烧吧。要等一个楚正商店吗？
但五张卡，三张两张，你要再抽一两张吗？我要等出正常边。等下，那不是三张艾希，一张赛特、啊？主阵会带野怪吗？会啊，这五六关都有可能。出三张艾希直接订阅，以我们的实力，感觉轻松。树镇商店出，出了。下一轮出吧，我感觉是一张赛特，三张艾希。我现在抽一下，都是对树镇的不尊重。哦，一撞四来了，十二星一撞四，有哦，真的有人在练阵哦，那感觉这个蜀镇的地图玩蛮合理的。叮，第五大，再不抽，再不抽，等一下四之一蜀镇艾希三一样的。我不练那个，你是瞧不起我们抖音的攻略吗？太简单了吧？还是我们现在来唱歌？场子都快冷掉了，这么顺，这么难看，要好。赛特好像真的不该吃双胞胎，要至少要再开等级啊。哦，远近近灵感觉不错哎，三星的体质。反正我这只跟这只贴贴，那我站位会有点麻烦。I have but one life to give for Ionia. I must make it count.
上九就六 IO 吧，六 IO 双胞胎，这个双胞胎现在很有 value 了，40% ADAP， 然后再远亲近邻，也可以两个艾希自己吃啊。这个艾希多少啊？140、327啊，这样嘞，311，哎，这样有吃到防御。啪啪。护吃也行，你这样摆位会比较方便了、啊。赛特可以把它保护，但刚才一吃到防御，感觉挺不错的。嗯，差雅吃，但差雅没有吃到这个样，那就等于是放大双胞胎。要不要牺牲那个摆位就是问题了。可是赛特的摆位会比较顺一点。我玩六 IO 会比较强了。你当这个彩色的是塑胶的吗？这样吃的话，前排会比较容易摆了。现在就是等那个蜀珍拿我的四征服，最好是你啦，这样不会抢，少一个人抢那个，少一个人抢我的，The Boss， 人造的 Boss。另一只 IO 可以再装 IO 转吗？像你 IO 不会加一啊，它会是 IO， 但你同一只角色拿两个转职，这边不会再加一了。但是他是 IO， 他不是 IO 啊，你给他 IO 转，他是 IO， 他也是 IO， 但你的 IO 不会再加一，你还是三 IO。哎，哎，啊，我的四征服嘞。哎、欸，嗯，奖三，它是可以三的、啊，因为买六张送三张嘛，那都三星了，还可以再卖一个8块，有打折的这个达瑞斯。六 IO 加双艾希，艾特目前没有防御了，他的防御是靠双胞胎来的，所以就征服可以开高，先三 IO 就好了，久等再开六 IO。
没抓到打 S。哇，上等猪妹换掉吧，换成这一只，跟这一只，跟阿里了。神域开不开应该无所谓。我这个东西独家还是挺强的，还得把也是独家，还是有49滴。我们这边是天狐那个什么，天狐艾希。真好强，独家很强啊 ，IOIC 很强。九等六 IO， 等下。Do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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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。嗯，九 IO， 直接让这个九 IO 比较强，还是双胞胎比较强啊？卡我吗？你这把我已经吃了呀，你卡了也无所谓。那这把没有人要想办法吃啊，其他人的合理名次最好名次有第二名喽。感觉是六 IO 加传说卡、欸。这一只可以换尼拉了，然后 IO 建模，
艾欧建模吃双胞胎。等下久等就是这次换你啦，把建模，或者是双胞胎菜啊。爸爸就是我的恋人。看起来没有卡满的位置，就看要九 IO 要不要了。很成功。两只赛特其实蛮强的，那个尼可动不了。我之前有一个魔焰斯温，就是被两只赛特左右互搏之术，你拉我一下，我拉你一下。我想起来了，两只赛特确实很猛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有一把魔焰斯温，感觉要吃了，结果被双胞胎艾希赛特被拉爆。九 IO 双胞胎没了，九 IO 九人口都是艾欧尼亚，当然就没办法挂双胞胎。感觉就这一只，然后建模，这只建模，或者是双胞胎菜呀。有条支舞吧。沙皇三，九 IO 的 IC 会怎么样吗？就攻速很快啊。怎么没有阿奇尔啊？但也不用卡了。阿瑞斯漏了一张，没有要他呀。就是双胞胎差了就。他应该等不到主阵，就这样吧。他的这个好痛啊！
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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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六枪全三，真。但就是很糊的一局。少了谁啊？华伦有要玩吗？